谁让你躺床上的？啊？那我走吧。下去。那我睡垫子上。你要干嘛？不高兴。你怎么这么乖？有事吗？谁让你把空调开的25度的？说话。你热呀？那晚上你就冷了。冷了我就到床上来。这家伙把毯子、玩具全部拖到床上来了。遥控器去哪里了？问你呢。你把遥控器藏哪里去了？我不想说。快点拿出来哈！快点把遥控器拿出来，快点！遥控器，遥控器在哪里？啊，遥控器呢？拿给妈妈。是你让我拿，我才拿的。果然是你藏起来了，我只是随口一问，你还真藏起来了是吧？是我是我。你这家伙是不是要挨揍啊你啊？拿起来给妈妈。啊，你还按，你按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他自己每次都会按这个遥控器，按的按的按的。还是25度不变，我要给你调一下。你晚上会冷的，这个小傻瓜。你下去睡吧哈，下去，下去睡。躺好了哈，睡觉，准备睡觉了哈，睡觉，乖。自己又玩了一会儿，终于睡着了。